开发站是吧？嗯，哦，地铁站，地铁站。说挖得很深，100多米。啊，好多人。坐上来要3分钟。从现场坐上来要3分钟，我们来测试一下。你把时间。这种扶梯往上走。我们怎么进去啊？怎么从这儿进？啊，看完他去买票了吗？哦，下去啊啊！开始计时。好深啊，到底就到了，到到最下面就是到了，就可以就这一节是吧？嗯，是一天吧，平均就是使用的次数大概就是40万人次吧。40万人次，那很多人。接下来人数更多，50到70。是要坐一段是吧？对，啊，到前面吧。好，地铁票也是5块钱，朝币。然后中间和两边都是镶嵌壁画。哦。马赛克壁画。哦，马赛克壁画。就每个小小的瓷砖一起就像下手。一块一块的，哦。为了保护它的独特性。哦。先看一会儿坐下一班怎么样？好的，好的，可以的。下一班吧。下一班多久一趟？很快了，就5分钟吧。5分钟啊、哦嗯。这报纸是当天的新闻吗？这个。然后这个是我们最近流行围棋。啊哈哈。然后这是围棋的，就是攻略方法啊。这都讲的什么？是拳击赛。这是体育新闻。体育新闻。报道，这个是有关体育的。啊。这都是体育的。这报纸每天换吗？每天换。然后这中间的这个壁画的题目呢，是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和工人阶级在一起。哦，在一起。革新的早晨，然后丰收和大丰收之年、哦。这个是大丰收之歌。大丰收之歌是用这首歌吗？不是，这壁画的名字。啊、哦、哈。这反映了我们的工人阶级，这是农民。啊、哦。一大早就是以欢快的心情上班的，就这个背景。嗯。
一共地铁有几站呢？有哪几站？一共有17个站。17个站、嗯、这么多？两条线17个站。哦，那很多。真的很多。哎，是可以上车的吗？我们上车吗？好好给我们。好的。我们上车吧。不用，姐姐你没事吧？是不是坐5个站呢？风吹的我就有5个站。慵懒的这种。你们去坐一下吧，你们坐吧。没事，我们没事。右边你们两个人呢？玩到下一个车，下一个车厢去，这是可以通的，是吧？一般是只有工作人员才可以通行。那就每个车厢都不要开了。车厢是有空调的，没有空调。对。好了，我们要开始出发喽。感受一下。站，我们在这下车。每站的装修都不大一样哈。光荣站是。光荣站呢，其实在这看不见，外面的吊灯呢、是一个放礼花的形式。要下去看吗？可以的，可以下去。那我们下去。你们下，我们下一站。这是光荣站。为什么把这个站名叫光荣站呢？因为我们破天荒的就迎接了我们的伟大领袖，有了这么好的一个生活，所以为了祝福我们人民得到这种幸福，就形成了这种放礼花的样子。这个就是礼花，就是往外那个灯光是模仿礼花的那个样式。这两边是东西，对，西平壤、东平壤。西平壤。两边画的是东平壤。前面的那个江就是大同江。嗯。以人为中心可以分为东平壤和西平壤。人民大学堂是在西平壤的，主体思想塔的就是大东平壤地区。要不能停，要不能停。我早上也发现我帮我可以做青岛应该很多很多去的，那到时候怎么联系你们呢？申请签证是吧？申请签证，签证是得申请。你们是可以发邮件吗？还是？我们工作单位可以发邮件。到时候我们可以留一个邮件，留个邮箱。
青岛还挺好玩，有机会可以去青岛，因为对，因为说不定以后你们这个线路很有可能就现在是人来这边，然后很多可能人会去那一边，青岛应该会比较多，因为比较近嘛。青岛有什么就是旅游景点吗？青岛就海边，海边也没有，就崂山会比较出名。崂山那个山比较大。崂是哪个崂？崂就是崂山矿泉水的崂。山就是崂山矿泉水的山。一个山，一个劳动的劳。哦。一个山。对对对对对对，固有名词。好专业的。木兰花，然后旁边这是那个杜鹃，金大兰，国花啊，这个是杜鹃，是我们那个今日堂主最喜欢的一朵花。金大兰，我以为是国花，不是金大兰，木兰花。走吧。哎，是不是可以坐火车头啊？哦，金泰原来是马赛克的，对啊，还给我一块钱，就马赛克了。原来是马赛克的，我还以为是画的。啊，我好冷哦，该吃药了。要该吃药了。不好买。我们出门可以穿牛仔吗？可以啊。牛仔。他们是。是一定的要求。对牛仔的要求。靴子，没有什么特别要求，但是我们是的，牛仔本身也不适合亚洲人穿，其实是不适合。亚洲人的屁股比较扁，并不适合。那你穿超短的？我没穿。很少有人穿超短。我没穿呢。我也看到，比较害羞嘛。我这个不算超短吧，不算太短，放心。刘凯没办法。你这样的太太主要是怕睡下的。我觉得我跟牡丹峰的团员身材差不多呀。啊？我说我跟牡丹峰编团身材差不多。它这个主要是为了方便放相机，放在这边。托盘。嗯，托盘。这麦克风是单配的了。对，这个麦克风就是要插手，声音会好一些。不然的话，麦克风大概卖多少钱？1000多人民币。不便宜。也有便宜的，但便宜的可能效果。这个算是一个贵的了，罗德叫。就是可能比较公认的品牌，所以它就国际上的，它就贵，它就比较高。但实际上也差不多，很容易坏。哦。很容易坏。质量不好。这个非常容易断掉。火车来的还挺快的啊，对，哎，你们的包都很漂亮啊，都是这边生产。哪个？这些包。包啊。嗯。这是我有人送给我的。哦。刚才我路上看，说包变了。
那你们这边有什么当地的品牌比较？当地品牌，当然那个。就你们喜欢的当地品牌。我没有什么可固定的什么品牌，就是我们到了那个光复大街之后啊，光复那个商业中心那块有专门卖我们品牌的那个专柜。哦。到时候看看有什么。有品牌的概念。嗯，品牌概念不是很强，但是有牌子。嗯。所有的都这么深哈、啊，那肯定深一百米，那肯定都很深。有些地是100米，平均对平均100米，平均深一百米。这已经等于是免费了。住的外国人，我们这个参观算是个参观，参观的话就不需要交钱。